后边的反浩克多少钱？五千，好像是五千还是四千多？全军出击！自己不会看吗？你老问我，问的，不要老什么事都问我，我烦了。啊？纳尼？怎么会死的呢？来和我玩吧。来和我玩吧，学一个奥木木的愤怒头锤。哎呦我操，好吧，头锤头锤头锤，阿木木的愤怒，来和我玩吧，来和我玩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行吗？给我收了他，老螳螂，给我收了他，搁这儿呢啊。居然死掉了，哎呀，这有点烦呢。完了，这腰子要起飞了，可不能让他日炎出的那么快呀，他两个红宝石了一样。老腰子，这个英雄前期稍微有点弱啊，别说是硬跟人打，那肯定是不太行。等到我们五级左右就厉害了，因为这一技能提升上来了，平 A 就不怎么掉血了。这么可爱也杀我，特务，我哭了哟。快回来，来个水晶瓶，哎，舔点完跑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们现在相当于没有装备，你知道吧？他比我们多了800，但这两个红宝石吧，也就是比我们多了300点血，400点血啊。好吧。什么时候有1000，把1000除了，就能打过了。哼，900吧，还是1000？哎，日炎多少钱？日炎1000，1000差200块钱，等200块钱回家。来和我玩吧！哎呦，老腰子。我要升级了啊。嗯，没事，他推不过来，把兵线稍微小控一下，他也没办法进塔杀我们。让兵线进塔，把这波兵吃了，吃完回家。哎，先把蓝枪不要过来啊，
蓝枪可不能来。去找点朋友吧。先插个眼儿。这让他传，我们就不舔了，挺好，让他传。我肯定是不瑞。老妖的还肯定是不瑞。这蓝枪可以杀呀，从这里走啊。咦，他知道我来了，天哪，这他都知道啊。哎呀，可恶，我还带个点烟，我没用了呀。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呢？有句话说得好，那皇上都不急是吧。溜了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出个皮孩，这就猛了。我跟你们说，现在他跟我们对拼，他就是弟弟，他已经打不过我们了。我这英雄离谱，就离谱在日炎一出去，游戏就结束，就直接无敌。除非俺们家是90-1，打不过，要不然根本就不可能打不过。阿木木的愤怒，快回来！你跟我打，我就是离谱，怎么样？离不离谱？妖的312，哎，不过这妖的这英雄吧，他也没有大招，你说你跟我打什么玩意儿呢？这你怎么跟我打呀？真的是。残影，我就是一个茧蛹。推线还快，溜了溜了，茧蛹回家2200，先来一个这个军团盾啊。这是法老，就是头发有点长。兄弟们，我无敌了，扫死，20分钟我们拿下。哎，就跟队友勾留一下。你看我扛兵不掉血，发现没？这些小兵现在打我不掉血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们这得支援一波了啊！好吧。哎，为什么我的大招136秒吸地了呀？这瞎冷却缩减是吧？腰着人咋没了呢？你干哈呢？你这回还这样玩啊？来和我玩吧，拜拜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
断兵线可以一 v 二，可以啊。但是我想杀他呀，我们现在断兵线意义不大呀。我们用自己的点赞来嘲讽他，让他生气，他就跟我们拼了，知道吧？哎，随便打一打，再E一下，点住点炎接大 A E 平 A 扛塔，兄弟，这你都没打死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哇，这你能让他跑了？他就即使他有闪现，他也不能跑啊！这波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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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妖来了，妖来了，妖来了！哎呀，别这样啊，不行啊！别打了！我干他！我操，这蓝枪这么猛！嗨呀！你怎么被瞄了呀？俺们家的螳螂被秒了，我寻思他能打我呢，他不打我呀。来个小反甲啊，一会儿再出个小反甲，先把血量提一提。这把比较的劣势吧，我们120 17:4，对不对？所有的路全部都是劣势啊，但是没关系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这版本答案到底有多么的恐怖，恐怖如斯。什么叫恐怖？这露露咋这么装备呀？我的队友上哪去了？嗯，我的队友呢？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哦，1000块，有点贵哦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。哎，把小炮杀了，他跟我们换，我们是肯定很赚的，知道吧？让对面跟我们换，先去单带一波。偷锤，那狐狸老妹儿又死了，死死吧，他就072，他也不值钱，没有关系。我们没有大招的时候，不要去中路跟对面打啊。现在是没有大招，等我们有大了再去跟对面打。这把这露露其实比较烦人。他能给套盾，他要换个锤石啥的就更好了，换个锤石攀升什么的。把下路塔拔了，一定得拆塔啊，拆塔得快。完了，也有点多，
也有点多，完了，也有点多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人太多了，这波的人实在有点太多了，多的有点过分了，完了四个人。真不给面子、啊、你还要抢龙啊，这开玩笑，完了，队友全死。什么叫全死？这波就别舔了啊，哎呦，Oh my god， 来来来来来，打我来，有没有点虚区？这是一点虚区也没有啊，我操了，来个荆棘之甲，他们得跟我一起来，你知道吧，他们不能上来先死，虽然我们是有点无敌的，但是还没到那种一打五的程度，因为我们家还是稍微有点劣势的，你知道吧，尽量少送点。别他大着了，干了，这没办法，那怎么整？小炮，露露，小炮，小炮能杀吗？别杀小炮啊！还行，再杀露露，剩个腰子，把药吃了，走位，走位。前一三二，哎呀我操，我大招他两秒钟，真的是有点烦。这把我跟你们说就不能去出大面具了，知道吧，这把就不能去出大面具了，这把我们就得直接出蓝盾，你们站我后边啊，跟我走。杰没死，杰死了800块钱，我们蓝盾应该能一个打三个不成问题，跟不了。我们这是要去哪？怎么跟不了？别送了我的妹儿啊，我的老妹儿啊，啊，我的妹妹，别送了，你不能等等我吗？你说说，你老你上去开什么玩了呢？你后边捡捡人头不就完了吗？你是来和我玩吧，来下路守塔快，哎呀妈呀，又一千，关键这露露还搁后边一直放大，你知道吧，还给个老给套盾，
就挺烦的。不过我们又拿了一千啊。没点像人的，除了这我们家螳螂像点人以外，我感觉就没有像人的，不像人呢、啊，这都啊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这还交闪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真难过呀，蛟龙。操，队友呢？真就一打九啊，兄弟啊，队友呢？过来呀！我的天哪！我们后期肯定能无敌，我跟你们说，其实现在都有点无敌了。就是我一个在这一顶着，老一个打五个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有用。上来这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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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死了。那狐狸有大招，小黄毛有翼，拉克斯有控，螳螂能跳走，怎么就那么容易死，兄弟们？啊，怎么就那么容易死？我就没明白，能不能跟我走，别自己去开去了，有病是吧？是不是有病？精神病是不是？都跟我来！操了，这波团给我拿下，拿下以后拿大龙，先杀的鹿鹿。有我操，我没有闪。我就想问问这队友又哪去了，又都死了，这怎么死的这是啊？你们甚至不能打掉别人一滴血，我操啊。劫连血都没掉，那个劫都没掉血。那劫没掉血，一个打了三个，没有掉血。看来必须得要点大面具啥的了，没有虚区了，兄弟们，没有伤害了。大龙，我现在又想问一句，你们到底都是哪来的？为什么对面都是四十二十杠几？俺们家他妈四十二比十，我操了！守个塔这么费劲，你到底在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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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能不能跟着我点走？你说，你整个没打团就死了，那你说还哪有伤害了呢？靠一个人打伤害呀？这野区连个眼儿都他妈没有，就乱穿，真是气人！这狐狸，你能不能别追人家了？你就刮，对，就硬刮。你说你抓一个妖，这有啥用呢？你又打不动他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这狐狸哪来的呀？这是。
真的，我说实话，人家俺们家的螳螂还能像点人。往后点，让对面冲塔就完了呗。看看他们打不打大龙，那杰不见了。杰挂机了，快点来！你俩跟我打，哎呀，就腰着后边一个打了三个，还杀了一个，可以，螳螂。像点人啊，螳螂，螳螂确实狠，螳螂把小炮收了。这狐狸还行，打死了，杰挂机了啊，杰挂机了。他妈的，完事还带线，这可我给你放的。这狐狸哪来的？谁整的这狐狸？哪来的？别刮了，那都不掉血，没有蓝了，赶紧去小龙，快点去小龙，抓紧时间，来，赶紧小龙，龙魂了，快！快！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快！速度！快！龙没了就难了，他们家杰挂机了，快点的！先追蓝枪。来跟我玩吧。我套他。妈的，这个露露是真烦人呐！能不能抢了？漂亮，螳螂！不行了，五个打四个都打不过，我天！这团战得杀着露露，这露露太烦了，那一顿套盾呢，无限套。我就这么告诉你们啊，他们但凡能发挥出来真实水平的50%，都不至于说打不过，啊，就但凡能发挥出来50%的自己的水平，就四个青铜。